What?其实我觉得带偷钱，像你看到很多上路，包含船长这个角色，都有可能会带偷钱。哎呦，前面真的要打吗？小心，你这个有点太疯狂了一点啊！背一个 Gemini 的肚子就逼了一个闪，我个人是觉得，我们讲回来了，就是上路三 D 跟哈拉比，哎，他们每一笔在打，但是上路三 D， 我直接拿那个铁铲敲破他的头了，框住之后一堆小孩围上去，你也没有吃过造型，除了湖光猎人之外，我们来看下这一波，你可以看到上路。叫了四个小孩出来之后，你看框住之后，其实杰西有想要偷点，他想点古牢的，哇，他反正点了两一枪之后，攻速不够快，攻速不够快。来打杰西，我觉得落后的这一点点是合理，而且等到这他有大招之后，他可以再进一步。米雪是不是想拼杀？真的假的？龙卷风，来看看，这是一个疾飞，但是 Rainer 是血池，对下去之后被上了点燃，一波爆发，他等一下就会从里面爬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就这一波嘛。当牙术 Q 到龙卷风化到之后，他已经选择往前滑了。对，这边他其实就拼杀，他已经有杀意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而且这边你要画面一转，上路我才刚称赞完那个约瑞克，然后看起来这个三 D 呢就要爆开了，哎，走位，哎 Q， 哎什么？这个打了一口回血，后面射一西赶过来先捞了一个助攻，投给你，哎，还是萎掉了。这个叠起来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的闪电狼完全守不了，不论是说凯莎，还有说几个，其实都还看起来是想打的，想打吗？这个晚上缓了，对方三个人，蜜雪是往左边画了一道龙卷风，蜜雪然后往右边想打，九龙大姐直接炸在了贝蒂身上，然后蜜雪大姐放出去了，被小七刷了一下之后，凯瑞吞出了杰西蜜雪，但是贝蒂直接用力一个大绝进场，小蓝风就死个暗武器抄下来，收掉了一个酒桶，这一波闪电狼是不是想要回很大一波的风向？连续杀掉对方三个人之后，下面三 D 的 Unify 都没有作战能力了。角色，来看一下这一波团战的重播、哦。你可以看到，当 HK 所有成员要撤出来的时候，两边夹过来一个左右为难，然后 Mission 一个人飞了出去，队友完全跟不上。其实当牙术这种孤身进场，而且等到风墙消掉的那一刹那，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存在。你可以看到 Tankan 其实已经算仁至义尽了，那个牙术一出来，我觉得就他还是有机会能够配合着 Gemini 去其他线路上做一些优势，但是这一波是用刷的把 Mission 给刷回来 ，Mission 交了闪现。小龙的这个入口处是有比较快速的路径可以赶到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凯文的这个 Tankan， 哦，有声音有出钩勾到了，伊泽瑞尔跳着走吗？旁边有凯文保护他，这个凯文有点危险哦，这波有点危险，凯文刚刚交闪现上墙了。九筒扎出了大绝，是一个防守性大绝，死歌唱大安魂曲炸下来，哎呀，直接把凯文炸死了。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已经少了一个人的情况下面，我觉得中路也打起来了。Pookie 这波血量很低 ，Belly 这一波是搭配的小金闪钩在闪刷在钩，对，把三 D 勾回来杀掉了。这边那个 Gemini 心意很撞上来，然后搭配上 Eterate 的伤害，其实。这个射一下，酒桶怎么了？喝了一口酒，然后往回丢了一个酒桶，被吸了半血，一个电磁脉冲、这个。然后 Gemini 开启了自己的怀表，再交闪现想走。这一波 Gemini 的判断似乎有点失误啊，因为接着下来连 Unify 的血量都很危急啊。K 的救命稻草，但是这一波勾到了，被勾到了，明显最后被勾到了。后面 Betty 直接进场大绝，但是还有旁边凯文这条的火龙已经出现了。而且似乎两边想打的 ，Unify 这一波是用奥特先往后，哇！但是有点危险的哦。哥一出球是这个坦克骑啊，你单抓有坦克骑实在有点强。哦，下面是一个杰西锤了一波之后凯莎进场，然后三 D 的血量很低，直接再加上 Betty 的闪现一波带走。怀表的话，会不会换掉？有被换掉。哇，这边小 T 的闪刷想出钩，但这边还是直接往侧边想走，但短了一点点，但还有交叉射击哈拉比的电磁脉冲。Unify 尴尬，这 Unify 是跟凯文一起下来，但是被刷了一下，然后这边缓枪可以缓住 ，Rider 冲过来了，但被凯文再次救出来。巴龙这一波闪亮有机会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真的是死了对方两名成员，不过三 D 是有 TP 的哦。但蜜雪也有夹过来哦。不过九筒已经死的情况，哎呀，又被勾到了。这一波是直接进场 ，Unify 是往后奥碎机先跳，为了闪现血池跟上，缓住的是 Unify， 然后死哥想唱大，
但是大绝好像没有唱出来。不过隔墙上面的话 ，Betty 一个炮弹直接把凯文给杀掉了。然后 Mission 这波想要来拯救自己的团队，哇！但是赶过来的三弟一棒敲死 Betty， 就直接是让一波慧宁的团战被输掉了。哦，你可以看到 Pookie 现在是在八龙池里面嘛。是，然后这一波是小 C 丢了灯笼，然后是血鬼跟着上去，啊，就是这个触手，哎呀，很多八龙把 Pookie 的大绝打掉了，是吗？帮忙打掉，那这一波其实就差很多了。哎呦，这个隔墙的炮弹射的也挺准的。我觉得如果那个大绝下来之后，可能战局不一样。这个水龙啊，在中路稍微 poke 一下，被你加速往前直接硬点，因为你把这边被点了半血，这边有点危险，然后要凯文吞出来，但是啊，完蛋了，这个钩子勾到两个人看起来都要爆掉了。这一波中路有点尴尬，而且死哥唱了个大绝，但人头只有凯莎 Betty 收下。你不要嘲讽到你，对，闪现到你脸上的样子。哇，这个双剑一爆开，那闪电狼这边的话胆子就大了，我直接开吃这个巴龙了。三弟也是领着他老婆跟小孩冲过来，剩下两千点的血量，九斗射钩隔墙直接爆开，1500点的血量，然后这一波闪电狼是拿到了巴龙，哎呀，超级尴尬，卖了，连把老婆卖了，狂 A。我不知道到底是 Benny 心脏大开，还是那个 Unify 是有点低估了凯撒伤，因为他刚刚其实是跟凯撒对点。这个勾在搭配上不会有伤害，直接隔着墙就把 Gemini 给灌死了。我觉得 Gemini 很瘦也是另外一个点，他没有什么拼搏的可能，这比较尴尬一点。四人集结，八龙 buff 开推，大肆的推进。对，这边哇，直接秒人啊！这个还好有凯 Win 啊，还真的还好有凯 Win。剩下15秒的时间才会结束，八龙优势是约莫大概在3400块左右。这边的话是上中线一起带进来哦，这边的话闪电狼的兵线做的是非常不错。其实牙叔的装备我看起来是够肥的啊，他有办法拯救世界，来看一下。前面我们就提到是这个能够进场的，结果结果一个大绝，白雀的中路三名成员直接往后捞，死磕唱大安过去，再加上哈拉兵线自摆都直接炸了对方咪咪冒冒 mission， 直接被退场了。然后这个闪攻小 D 并没有攻到人。但是直接把 Gemini 跟 Mission 都带走啊，直接把他赶走，然后中路直接爆开了。机会啊！那看来这场比赛直接结束了。你还回去？哦呦，他这个肚子就是为了让 Mission 进场，但一进场就被化为灰烬。我们要恭喜闪电狼，在34分，大概30秒的时候，准备要结束游戏比赛了。哇，这场比赛的话。前面一些小乱流之后，利用了自己整个，我觉得包括是说，小西在这场扮演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他的跑动给予了对方各条线路非常大的压力哦。那当然比较可惜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在于说 HKA 这边吧，就是牙速阵 好迷哦。对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感觉他们没有这个牙速阵没有玩得很熟练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点。我刚刚很迷是指 HKA 玩得很迷的，就是他们的边线分推其实这一个系列赛的第一把几乎没有推出来。他推不出来，然后哇，你看三 C 的表情其实是比较自责一些的。然后另外一个点吧，则是 Gemini 重回了战场之后表现不尽人意。对，我觉得不尽人意，有点就我们一开始讲了嘛，可能是为了他的加稳，可能是为了他的酒桶回来的。但这场比赛的牙速跟酒桶大绝的搭配，这场比赛没有打出来啊，因为我们前面一开始开赛就讲说，你前面一定是酒桶牙速超强嘛，但是这个 PS 其实都没有打出来，然后反而是给 Boogie。浓起来了，我觉得这差比较多，尤其是那波一开始小红团，我觉得就那波团闪电狼基本上就已经稳了一个前期节奏了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这场整个看下来的话，感觉 M17 的不讲错了，这个HKA 啊，看到这个3D就想到 M17 啊，就是 HKA 他们五个人的状态其实都不是非常好哦。你不论是说这一场上来的 Gemini， 然后包括说下路双人组这个 Unify 跟凯威，中路那一次被抓掉可以说是非常。